拢知影讲2028，啊，到底哪会发生？啊，发生伫台北，啊，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高雄，啊，做一捆拢夹起来，哪有迄款代志？啊，这个一定有一个真大的理由在后边。啊，过去国民党的教育绝对无甲你讲即款物件，啊，无甲你讲不即款物件，但是咱做一个台湾人爱了解，爱了解到底是虾米原因，互咱经过遐尼痛苦的时间。啊，二二八到底害死偌侪人？有人知无？无人知啦吼，应该是照政府公布讲20000+到30000啦吼。啊，即个中国人讲的话会信的未？袂信的啦吼。啊，那咱阿扁讲过咧，那会信的吼，到塞嘛会食的啦。啊，到底死偌侪人？过200000后空啦。好、哦，迄阵咱台湾人拢总有600000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煞时，咱有600000人，600000人，结果到个1963年左右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即个户口普查，哦，有发现着，这是1947发生的，啊，1963有一个人口普查的。普查发现到吼、哦，有120000人有户无即个有即个人名啊，无即个查无人啦。哦，迄个时阵的户口普查吼、哦，是你人爱当厝等人去点名，哦、啊有一个人啊都有，啊所以有欠120000人吼、哦，啊120000人，这到底走倒去？就是人口失踪120000人，咱真容易的就来判断，这挂人就是去予这个国民党夺杀。哦，所以这个哦，我就想去去这个咱这个台湾哦，台湾市的这个元老，就是讲苏明先生哦，伊捌去做共产党员哦。就讲吼、哦，共产党、国民党拢同款，为一个都市经过一个村庄的时阵占领，这个村庄哦占领起来后，来对校长、主要的这个镇长、什么长，来开始，开始人口的3%，安尼了下，这个镇个交互恁管，安就好啊。甲你突破3%，甲你抬死。啊，咱这个那30000人，国加一个12万人，个15万人，嘛只要挖3%，人口去有多少？所以咱今日来检讨这个228基因是有绝对的必要啊！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吼、哦，要去看这个我写的历史的网站吼、哦，这种看拢免钱，内底有100万字。这个历史网站有100万字，内底为荷兰时代开始写起。哦，咱假有书，但是荷兰时代迄书已经绝版了，已经无啊了吼，也不易。荷兰时代刷入电视王朝一本。哦，啊，搁刷落去就是这个晚清古代213，晚清来占台湾213年，213，哈、哦，搁刷落
日本时代伟大的台湾人啊，台湾人也是到位的伟大，无人讲咱伟大，人拢讲咱笨拙咧。啊，咱为历史看起来实在有够伟大，吼、哦，实在有够伟大。啊，就是伟大的台湾人啊，这嘛是一本子吼、哦。啊，佫刷落去，就是我有写到路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用一挂字拢是写历史的字吼。哦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吼、哦，发生是伫太平洋战争是伫1941年，迄讲八年抗战，迄是中国人吼、哦，到个1941年了后，才入去大战，因为1941年美国去日本去弄十二个吹七吹八。这几天啊吼，去弄迄个珍珠港了后吼，啊美国吼、哦、对日本宣战，啊对日本宣战，诶中国趁这个机会啊落去宣战，对日本来宣战，所以1941年太平洋战争，啊太平洋战争哦，中国兵无派个一只兵，一台船，一个人来个太平洋。诶，安尼伊敢叫做战胜国来占台湾，敢叫做战胜国？啊，咱即马有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。啊，等于啊种打败仗嘛，吼、哦、啊打败仗战胜国，中国。哦、啊，日本去偷袭珍珠港，这个反真大的错误，惹起美国来个反击。啊，日本输。第二年就输了啦。第二年哦，在这个中途岛之役，这台这个战争真重要。1942年的时候，日本在这个中途岛沉四台航空母舰，美国嘛沉三台哦。啊，但是美国佫起真紧，日本要佫去航空母舰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一路战来，为1942年就看出。战败的迹象，卖讲到1945年欠两粒原子炸弹，1942年都已经看得出来。啊，这个1942年，这个海军的海战的大官，海战是啥？包括这个日本的海军、美国的海军，拢应该拢迄个空军拢属海军的官。日本至少日本是安尼啦吼，海军吼、哦、是有航空队吼、哦，啊所以日本这个海权失去了，空权、海权拢失去，啊失去了，这个美国就讲伊即马要越岛战术，虾米叫做越岛战术？就讲我拍这粒岛，啊跳过这粒，啊本来佫拍这粒，哦，这叫做。越岛战术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其实美国是讲安怎越岛呢？为澳洲开始来打日本，吼、哦，先打日本占领的印尼，按照占印尼，啊，越过菲律宾群岛来占台湾，这叫做越岛战术。啊，但是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无为台湾登陆，有来弄台湾，弄啊真凄惨。啊，奈无来登陆，无实行这个叫做越岛战术，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吼、哦，伊本来是菲律宾的统帅，啊，日本去个拍，爱输，啊，转走去澳洲，哦，啊，这个咧。啊，当时麦克阿瑟有讲一句世界名言 ：“I shall return， 我将要回来。”啊，将要回来哪里？将要回来马尼拉哦。啊，所以 I shall return 转。迄阵罗斯福总统已经死啊，本来是讲要越过菲律宾，菲律宾卖怕来怕台湾，啊，台湾越过琉球来怕日本，啊，所以即马怕菲律宾。啊，越过台湾怕
琉球啊，到即个代志发生了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候吼，大家知影讲哦，月岛战术啊，那美军那无来登陆台湾，本来台湾大家拢要准备要甲日本要甲美国落去拼，还、哦啊、是无拼、啊？这个无拼的原因就是讲，这个先去占菲律宾，啊，占菲律宾了，台湾用美利高来弄的。啊，美利高当时是一架真大架的这个轰炸机，哦，啊，这句话吼、哦，当时在台湾吼、哦，人流传真久，讲哦，这个人真大颗，拢、欸、这个是美利高的，哦，就是讲伊真大颗啦，哦，哦，啊，即马当然美利高无大架啦，也个像美国十二啊，什么物件，哎 ，B one 啦，什么哈。哦所以日本吼、哦，因为该牵两粒原子炸弹，这两粒原子炸弹牵在倒位，牵在这个那加西马、跟希罗西马、跟那加萨基，吼，广岛跟长崎，牵落去。啊，我一个阿姑，住喺广岛的遐讲边仔山顶。哦，啊，迄阵做少年兵，哦，台湾兵啊，就做去调去日本受训。啊，受训的时阵哦，啊，那会感觉讲，即、這个日本来牵管，下边来牵管之炸弹吼，牵咧广岛了哦。啊，东京迄边，无管你拍电话来互派出所，来互市政府。来和军部无甲一个会通啦，拍电报啥物拢未通，真奇怪，所以就调我这个阿姑引起一团的人吼，讲恁吼为山顶吼，啊联络会到，恁为山顶吼去广岛去洗一灵，去个看卖看到底广岛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哦，啊因就坐迄个军车就来啊。啊，来啊！广岛的时阵吼、哦，看到就这个已经原子弹，但已经落架啊！啊，落架了后吼、哦，人吼、哦、死的，啊，这个死无看到，但是人一个影放在土下，剩一个影人尔，啊，死的就无去啊！啊，看因迄个兵啊嘛惊啊！看见死一人，然后走去点头，都甲日本政府报告。啊，日本政府报告讲，啊，天下有这么严重的迄个炸弹，牵一粒落去，安尼了，都安拢毁毁去啊吼。啊，所以日本天皇吼、哦，8月十五宣布投降。啊，这日本人投降吼、哦，是安怎投降法？伊是讲无条件投降，伫中国战区内底吼，伫倒一个战区拢共款。伊日本军投降，毋是讲武器一声都交出来无。第一，日本人先叫我来，来，我来，后送先送去日本本国，送完了后，即、這个军队吼。的武器得交予当地的政府，哦，啊人得到，所以日本人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撤退是无什么损失的。啊，即卖都在中国都换中国政府管啊咧，中国政府管的时阵吼，好强盗土匪都拢来啊啦，啊中国兵啊拍袂赢伊啊，拍袂赢中国。啊、所以就爱拜托日本军过来，拜托个过来，甲迄个土匪来战争，哦，啊有即款的代志。啊，伫台湾，诶，日本人吼、哦、撤退的时阵吼、哦，一个人会使载30kg的物件，哦，就是讲你的财产哦，你所有财产你。不懂生，你的什么物件拢去杀？
你若有法度炸现金炸30kg，炸金条炸30公斤，干那有达30公斤，互你炸呢？剩了拢免炸，拢贵个拢放弃。所以即个讲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国民党吼会当选遐尼多？吼、哦，你也知影，拢日本人留落来，哎，拢伊个接收去吼。哦，啊不，中国兵吼、哦、是上善的吼、哦。咱大家拢知影，中国兵日个吼，日个台湾是打兵打吼、哦，穿草鞋、穿布鞋，啊，顶头搁派钉，后壁搁囡仔，哦，啊，即款兵吼、哦。啊，这兵吼，就来台湾，啊嘛唔捌字，吼、哦，这是日本导航的大约的情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日本导航刷落去吼，像中国的东北，苏联军队都啪个就拼起来啊，哦，苏联军队就占着日本的北方四岛。啊，这个台湾到底属啥人的？因为麦克阿瑟当时规定命令啦，不是规定啦，命令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台湾嘛是在讲华语的吼、哦，啊，中国人讲华语，啊，说我华人来管华人吼、哦，按、啊、唔较简单一个吼、哦，所以叫就快叫个部队进来。哦，啊，那知影就快叫个部队吼、哦，哈。那水准实在有够低啦，哦！但是蒋介石部队不是干那占台湾哦，要搁占另外一个所在，越南北部，哦，北纬7度以北的北越，哦，嘛叫蒋介石占。啊，咱先讲越南这项代志。越南去予这个25万的中国军入来。啊！迄、那个中国军嘛，是共款啦，垃圾二路国，毋捌字，啊，沿路抢劫，啥物代志无恶不作，中国兵都即个啊。啊，即、這个越南的首领吼，感觉讲安尼袂使，即、這个中国兵哪会遐尼低落，哪会遐尼败，咱爱来找啥人，咱爱来找即、這个，即、這個、法国人。因为越南以前是法国占占的，甲法国人讲拜托，我越南我继续给你占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煞吼，所有地区拢独立自主吼，大部分啦吼，啊，但是我越南阁给你占，啊，所以由法国人出面去甲蒋介石讲，你的军队撤出越南。我愿意牺牲伫中国的这个租借权啦、啊，等等，过去甲完成的迄个不平等的条约哦，拢放弃，哦，你很中国人诶，这个就是我爱好咧，所以甲军队撤出去，所以越南解决了蒋介石的问题，啊，即马讲台湾，台湾无解决，台湾就是。麦克阿瑟，我行政命令规定，中国军、中国兵入来台湾，啊，中国兵用个战胜国的立场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伊是拍卡拍电打败仗的战胜国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打败仗的战胜国吼、哦，入来了哦，趾高气扬，其实咱来分析，台湾人迄个时阵。甲中国人的区别，咱才会知影讲二二八哪会发生。第一，咱台湾人八字的识字率70%，中国人3%，所有做兵的人绝对唔八字，因为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啊就去做兵的拢是不好的男。男人啊，拢无即个人哦，专去做兵哦。啊，那咱有70%的人不字，啊，伊才3%。因为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时阵规定，
每一个人拢爱去读书，读书是义务教育，嘛是国民应该去读书。你若无去读书，是犯罪。啊，去读书免钱，所以户口调查吼，日本的户口制度真完整，每一个人拢爱去读书。啊，但是这个这是有一寡囡仔，迄四读书的年龄的囡仔大概强迫。啊，已经五六十岁啊，你嘛唔捌字的人吼，啊，都尊都好。所以台湾人识字率创造个70%，啊！中国人为什么才3%？3%可能要阁高估了一点，因为中国教育也无义务教育。中国人的教育叫做什么呢？私塾的教育。你若要读书，会使交钱去迄个私塾，交钱去读。啊，有偌济人有通去读，所以若讲3%是算讲袂歹啦吼。啊，叫迄款毋捌字个吼来管教捌字个吼，咧日日会发生袂？绝对发生啦！吼，因为毋捌字个人一定吼，我会记我小学二年个时阵，中国人入来。我的名吼，季宏斌吼，会晓念的吼无几个，迄老师袂晓，大部分拢袂晓念，啊，拢念唔对啦。哦，安尼也伫做老师啦。文武斌袂晓读，啥物啊？吼，啊，即摆想起来吼，啊，都有影咧，啊，迄个拢唔捌字的来吼，啊，叫伊做老师。规定吼，袂晓讲北京话的人吼，袂使做老师啦。所以台湾人啊，无个一个会使做老师，啊，拢是叫迄个唔捌字的来做老师，啊，发生这样代志。我去读新南院的时阵，啊，我一个同学关祖民，姓全，全部的全呐、啊。我讲这是怪怪的，恁老爸，恁那姓全，伊讲伊家讲说啊，都国民党叫伊姓全的，啊，我讲恁老爸姓啥？伊讲因阿叔姓金啦，哦，金文的金啦，哦，金，啊只加两点，啊只可以啦。我讲啊，恁阿叔姓金，啊恁来姓全。伊讲啊，迄中国户籍员就讲啊，加两点甲减两点毋是共款。所以你就想看卖，哦，所以吼、哦、一寡吼、哦、怪事吼、哦。什么图形折了？有三点图，啊，两点图，我嘛唔知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唔知到底两点丢啊，三点丢，是嘛？乱去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就国叫做户籍员啦，吼啊，登记落去啊，全都变做字啊的吼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识字率也无共。即嘛讲国民所得，咱台湾有一句古早话叫做。台湾钱用卡巴，这句大家拢听见。为荷兰时代，咱都用卡巴，啊，咱奈台湾钱奈用卡巴，是用咩到位？哦，你有去学钱用着无？大家拢无咧，但是啊，歹势哦，中国人一来吼、哦，哇、哦，好势呢，路边有卡达车也无锁，迄我诶。徛就走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电话，公共电话亭，哎、欸，啊，无人过，这边啊无人过，那边啊无人过，哎，暗时都该北北去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这狗啊吼，有这铁挂，哎、欸，铁值钱咧，砍咧就走，台湾钱是不是用卡吧？啊，中国人自己个吼，咱台湾的治安都。降低，本来咱台湾人所徛的厝，迄、那个墙围啊哦是装饰用品，哦，家家啊看外口，啊唔止安尼来呢，这门内底哦佫挂一个牌啊吼，吼、哦，这门口哦佫挂一个牌啊，这户长姓张就张某某，姓王就王某某，拢写的清楚，
即款中国人一来吼，哎、欸，吼、哦，你看哦，我要找张某某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其实伊根本都唔白，你看咧白啊，吼、哦、安尼，所以这白大龙主动退起啦，啊，围墙哦，主动个挂关啦，哦，因为入去第一个无法无天的这个世界，中国人，啊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阮。行路为溪边过，定来拢嘛看到中国兵啊，几百个怎么遐，很可能怎么遐就水上牛，还唔知影见效。哦，而且这就是中国，咱的国民所得，当时是亚洲第二冠，仅次于日本，日本第一冠，台湾第二冠。啊、中国是为后边算起来的，唔知要安怎生活，敢那，这就是也低真低生活水准，来个真悬的生活水准，台湾，哦，识字率，这个国民所得，过来，这个对这个法律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过去吼、哦，都。政府讲的话就是实话，哦，政府讲的话就是照政府讲的话来做，按就对啊。啊，但是你奈啥讲，这政府哦，新的政府是一个俄罗斯的政府，哦，啊讲的话哦，拢无咧甲你，拢无真无真啦，无人咧遵守法律啦。啊，台湾人遵守法律，所以哦，哇，这就差多啊。现在即摆参与，即摆干嘛同款哦？即摆法官也同款哦。那中国法官吼、哦，有钱来哦判死啊，啊无钱哦判死啊。哈、啊，这代志吼真清楚哦。中国到即时阵，这个法院也未改善，吼、哦，法院也阁是国民党在开的，哦，这个。这张图吼、哦，大家注意看吼、哦，这是只有几支国旗的，这支英国国旗真知影，这支车联牌的吼、哦，这支美国国旗，这支苏联国旗，啊，这是中国兵吼、哦，啊，是大家咩事啊？这是中山堂吼、哦，十二月二五迄天吼，日本投降吼、哦，啊，台湾。叫做光复啦，其实不是叫做光复啊，哦，这叫做台湾光复，这唔对，哦，来光复，台湾佫沦陷嘛，咱是战败国，啊，这战胜国来，哦，啊，战胜国来，这张相片哦，都证明一切，哦，这那中国旗那会使挂在顶头，这打败战的战胜国，哎，伊嘛这么顶头。啊，这兵啊吼，穿啊好些好些吼，是因为大家台湾吼、哦、有迄落日本的物资吼、哦，日本的物资留偌济伫台湾。咱伫二次大战的时阵吼、哦，因为日本的海关吼、哦、去用夺了吼，咱扣的税金，扣的这个牛草吼、哦、米。吼、哦，糖、盐、等等吼，拢对个仓库、高阳的仓库的，无法度通送出去。扣税金、扣迄个粮食是拢扣啊。啊，日本政府无法度通送出去，因为每送一台，就订一台，啊嘛无准通送，所以这个仓库内底粮食吼，啊，即嘛中国人来，哦，冒着，即款物件吼。摕去上海卖，哦，啊钱囥个落地啊，哦，安尼，哦，中国兵吼、哦，啊中国人来只大肉，这是咱看袂到哦，哦，啊看会到就是，看会到的代志就是吼，伊第一只开始一个台湾人的时阵哦，一定甲伊的身躯吼、哦、西装吼、哦、给包包起来，哦。啊，裤啊，该绑起，鞋啊，该绑起，啊，摕去，
摕去家己用也好，摕去卖也好，吼、哦，即款拢值钱啊！落地下钱免讲，迄绝对无啊！吼、哦，但人向拍死死，拢安尼，剩一领内裤啊，有当时啊连内裤嘛无，哦，即款的情形，吼、哦，即，哦，金手指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表啊啦，吼、哦，啊嘿。哎、欸、哦，伊拢个北啊，光光光啦吼，啊，他过来拍死，啊，要拍死以前哦，也阁有一寡代志，写一张批，讲吼、哦，请交来人，请交来人哦，3000元，就是讲吼、哦、交钱吼、哦，或、哦、即、這个阁安尼阁贪污一笔，即款代志啊，拢伫发生，哦，啊，这是为台湾头到台湾尾拢伫发生。啊，即马阁刷落去，是不是？即张啊，互你看一下就好啊。即叫做打牡丹哦，安尼看一下就好啊。人讲即种真歹看，哦。啥物叫打牡丹呢？即、这个英国人。在印度制作这个打牡丹，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有已经有这款的枪支。这款的枪支是打到人体内底吼，在人体内底爆炸。咱普通的枪支是打落去，掉去人体内底，啊就掉掉的；，啊是走出去人体外口，就走出去，弄一空安就好啊。啊！这打牡丹是拍个人体内底，个人体爆炸，互你人体器官啊那个扭出来。他对迄张相片哦，恁看到就是讲哦，打牡丹，这世界禁止使用，因为无人道啦，无人道。啊，无人道的时阵哦，哎，中国兵啊发现到这禁止的时阵，对同胞。伊叫台湾人叫做同胞啦，啊，其实是看做敌胞啊，个大陆就即款型的，哦，所以台湾人死个真惨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即台湾人的医疗甲性命，哦，咱头头有讲生活水准、教育水准，哦，医疗，即、这个。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咱台湾的法定传染病、传染病哦，无个一个有，霍乱、疟疾、伤什么哦，就霍乱、疟疾，这款迄个流行病哦，什么麻风、什么拢绝迹啊啦，但是中国人哦，什么拢有。为中国拢个来炸来台湾，因为两岸三通，一通的时候哦，连迄个细菌也都通过来，哦，啊通啊现在挺多，通啊吼、哦、相关中国的一个港口叫做码头，码头吼、哦、啊都是对中国人就讲哦来台湾哦台湾只用爬巴就来台湾啊，啊来台湾都为码头登陆，哦。为码头登陆，啊，所以码头迄个所在吼，即、這个疫情特别严重。啊，中国人安怎处理？中国边啊，买就实在有够严重啊！啊，全往个一条草索扛起，什么人都袂使为遮即个所在出入，安尼来解决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即个医疗水准吼，台湾人也降低。啊，其实咱台湾人的性命。甲中国人的性命、寿命啦吼，在二次战争以前吼，几啊年吼，台湾人有调查咱男子的寿命约41厘岁啊，41岁啦吼。啊，日本当时吼是49岁男子啦吼，迄阵我达波为标准，吼，
啊，中国咧，中国无统计啦。到到二战了后，过真侪年哦，但是有一个数字出来，敢那31例遐啊，尔。所以，咱台湾人为什么凭中国人较寿命较久？吼、哦，第一，咱的知识，台湾人的知识超过中国人，中国人无知识。第二，卫生，这个卫生的时阵哦，咱台湾有这个阴沟。沟啊，水沟啊，厝诶外底诶水排迄个水沟啊，啊水沟啊流，捡迄一个所在去甲你处理，甲你送出去海。啊，中国所有诶饮诶水，食诶用诶水，拢是用共一条。即有一条歌吼，伫讲：我住长江头，你住长江尾，大家共饮长江水。那么笨手嘛，晒嘛是多长江水。伊无，伊都无迄个观念嘛。哎、欸，你即马去印度嘛，甲同款呢？印度最近我去一撮，路边也无水沟啊，啊，就啥物，你的水都位也排出来。所以吼、哦，你导游甲我讲，恁去印度袂使食水。啊，不再讲水，要讲啥？伊讲，食我这给你矿泉水啦，哦，食这水才会使啦。你不再去饮迄店咪去食吼，迄、那个拢问题了了啦，吼、哦，拢保证倒来漏屎。啊、哦，啊，这是怎么今仔日印度啊，当时的中国医疗水准吼、哦、差台湾，差台。台湾有够多，过来，这个假设台湾只用开阿伯啊4万换1块是什么意思？4万块给你换一块，吼、哦，这爱按你讲，台湾。在1945年的时阵吼，唔到中国兵啊入来啊咧，啊看到台湾人用的钱叫做日币，甲日本钱同款，伊讲袂使，你台湾爱用台币，所以印一个台币，即嘛叫做旧台币，旧台币汇率是1元的日币，等于1元的旧台币。一比一，啊！你敢那，你踮咧银行寄3万块，嗯，啊嘛是嘛是，基本嘛是3万块，照常3万块，哦。啊，这个印台币吼，等于吼，吼、哦，全赶较紧的，较紧落去印，啊，要赶上紧去纽约去印，叫纽约去印台币，啊，到1946年。年初就来发行台币，发行迄天拢总发行260万块台币，全台湾为台湾头到台湾尾260万吼、哦，由台湾银行发行吼换、哦、现金，你日币现金摕来换，哦，按都按真简单，都按你换台币啊咧。但是啊，发行迄天吼，有一个人摕一卡皮箱，大大卡，摕去台湾银行要寄钱。啊，台湾银行讲，哦，你要寄钱，我都好欢迎啊，寄钱啊，啊，要寄啥物钱？寄台币。哦，新印出来，如假包换，纽约印的迄个台币，要寄偌侪钱呢？寄300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玩意儿？但我那总经理突然走出来，我今天才发行260万，啊，你都有300万通来甲我寄，啊，佫看起来迄个钞票就是纽约印的咧，啊，这是啥道理？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伊讲我就是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人啦，
啊，你也知哦，宋朱文的印台北吼，去印的时候就加印一挂给家己吼，啊，台湾人的财产都发行的迄天都失去一半，咱一半钱都去予中国人偷得去啊，这是世界上大的抢案。杜鲁门总统吼、哦，有讲过一句名言。伊讲哦，酒怪就规家口啊，全家都是贼。即句有人听过无？有吼、哦，我宋世王全家都是贼，啊，那全家都是贼，你知？即、这个宋美龄是美国人咧，吼、哦，咱大家知影吼、哦，宋美龄美国人，英语也是，咱们美国出身，英语也是呱叫吼，啊都。太平洋战争了，伊就去美国吼、哦，国会演讲。啊，去演讲的时阵吼、哦，美国政府讲啊，吼、哦，咱的同盟国吼、哦，这是中国啊，因遐尼艰苦，较紧嘞，出10亿美金，和宋美龄吼、哦，再等于中国，啊，先哦，头前先拨5亿，吼、哦。啊，五亿拨来给宋美龄，宋美龄安怎处理？五亿摕来，摕去伊家己因兜开的广东银行，所以由广东银行汇款汇转去重庆，安尼钱拢安尼处理个好势好势，敢若拢无代志咧。啊，技巧伫遮，我讲互你听。这个汇率哦是1:20，一块银美金等于20块华币，迄种叫做华币，中国用的华币，20块。但是在中国已经贬值啊，大大的贬值，官价是1:20，啊，起名的计小是1:1600。爱博叫1:1600吼，换真多即个华币的钱在中国，转换20块，所以一等偌济呢？1600除20，八百二十，1600，800倍啦，赚800倍，你看卖？这个代志叫杜鲁门知影，讲全家都是贼。啥？这钱啊，你家己藏在家己的落地啊！啊，无咧管恁中国有死我吼，安尼哦，啊，表面拢有处理。哦、啊，40000+1元是安怎来？头一天唔多，咱就损失一半，260万，爱就包300万去啊吼。佮刷落去哦，单期哦。伊毋是呆瓜呢，即、这个人毋是土包子呢。伊知影讲，钞票也是安尼印的，安尼好。台湾的印刷技术也真好，印钞票，较紧去市面上买物资。台湾出产米、买糖、买盐、买机械，啥物会用用个？台北买的都给你买，啊，咱用个米做比例，米主人讲一斤，当时一斤主人讲1块，哦，因为你知道哦，一块日币等于，哈、哦，一块美金甲日币汇率哦是1:15啦，所以一块美金。公司一块美金等于15块日币啦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就开始落去，所以这台湾的迄个物资的价钱嘛是俗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印台币出来吼、哦、260万，伊就开始在买币，啊，专门币一斤1块，啊，你有几斤？哦，1000斤装买，啊，等下。买完了吼，啊，台湾拢规个拢扫个清气清气了，
现在米偌济啊？起价啊！你讲无米通食，你免那要安那？从动员主动诶，会起价，一斤变两块，变五块，变十块，变一百块。啊，怎偌济？一百块，我去，一百块，我甲你卖。因为安那呢？伊迄钱拢印诶嘛，家己印嘛。诶、欸，等于咧家己印钞票哦。嘿、欸，伊个职员嘛是推过呢，那要投地钱，大家拢会晓投地咧。因兜嘛去开。印刷厂买，伫咧口口印台币，印到什么程度呢？印到1949年，这是1946年开始印，1946、1947、1948三年花，4万换1元，就是讲吼、哦，这就实在吼、哦，甲单机掠去吼、哦，哦，单机掠去，毋是因为4万换1元咧。是因为伊要伊甲我共产党吼、哦，叫叫蒋介石庆生吼，毋是因为伊甲台湾人欺负李立白，毋是这原因，哦，是无对蒋介石尽忠啦吼、哦，啊，4万换1元就是讲，我重新印一个新台币，4万块换1元，你准啊讲有一台奔驰的车，价值250万。200万，我即卖吼，用50块甲你换，食，请你食一顿再去饭吼，我50块都甲你换一台奔驰转来，安尼台湾人敢会散啊？袂散。咱台湾人本来是真有钱的所在，去予中国人管着，才变散去啊。所以咱的观念，爱怎样讲？咱过去是生活真富庶的所在，真有钱的所在。叫中国人管落，咱才散去。这4万换1元吼，这是世界当时上大的抢案。这个抢案吼，要被破，无人负责任。哦，民政府起来了后，民政府爱主公道啦。哦，要求主持公道吼，4万换1元。把我们祖先的钱来换倒转来，啊！国民党哦，大家拢爱散，因为我无想啊，炸一箱什么来，啊，无炸钱，啊，无知识啊，什么啊，就来这通知，哦，咱七点政府讲啊，假，啊，搁刷咯，咱再搁讲。哎，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啊，请坐，休息10分钟。